下次的出发做好万全的准备。好，哪边是右方的视线？来，我们大家一起右手边，来，我们一起哈，右手边，稍微转右边一点。好，我们一起中间正中间，请视线看前方。好，我们一起左手边。再次，我们先谢谢专业的凯文模特，谢谢。辛苦了，好，我们请医生合照，这四张爱沙发，四个不同的颜色，就看看你的家里的配色是什么，我们都为你准备好了。你是要选择有个性的王菲，还是少女心的陈绮雯，或者是非常非常舒心的初露青？好，请医生从。辛苦了，暂时把孩子放一边啊，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嗨，大家好久不见。上一次是两个月，是不是一个月见一次？上次是叔叔嘛，一两个月前。好，今天来到这里应该心情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双喜临门，除了新产品的上市之外，也是爱沙发十周年嘞。好，你的心情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掐指一算，好像代言他们家非常多年啊，七年对吧？对，有算2016年到现在。对，这个非常谢谢他们家的照顾。然后呢，每年都有一台，所以可以非常真实的见证这个品牌它是如何的在我觉得基本上维持已经不容易，但他们一直在进步。当然一定要的，所以才会成为市场的领头羊嘛。然后呢，找你来呢又是如虎添翼。我刚刚在讲这七年，你们等于是一起成长，然后去刻画这个品牌的形象。那不续约的秘诀是啊，就这续约的秘诀是什么？因为续约一直到一年、两年、三年、六年、七年，很夸张哎，不涨价吗？还是没有？我想是因为我们都很自我要求，然后本着初衷，希望带给。产品作品了解，就是气味相投了哈。是的，向你学习哈。那我的广告都没续约，我还降价还不续约，莫名其妙。好了，刚刚讲到放风，我们今天会聊久一点，让他晚一点回家哈，不然回家又是尿布奶粉的，真麻烦。好，我们先从书聊起好了，因为上次碰到就是你出书嘛，这个动作应该差不多把宣传起，然后下一个阶段有什么新的任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时隔3年9个月，我的新电影开拍了，恭喜你！隔了十年才拍新的戏，恭喜恭喜！那就快四年哦，我刚听完十年拍，四年也红，很久了耶。因为大家知道医生之前求子心切嘛，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勇气的，然后就时间空出来专心的来孕育下一代。终于现在可以放松拍戏了，恭喜恭喜哦！可以不断出来放风了，恭喜恭喜！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书的宣传也差不多了，恭喜你，卖得非常好。对对对，当然就是张好，我不敢讲是作家，有点想是分享自己的心情给大家。那演员也是一个身份，那当然就是今年算去年底又多增加了一个身份，就是在这么多个身份是蛮让人觉得充实而又有点疲惫。是角色的转换，你看光光光，我们刚刚这样讲过来哦，刚刚这样一路讲，就有母亲的身份，有代言人的身份，然后又有演员的身份哦。所以在这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取得平衡，然后又取得依然保持能量和状态？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面对生活都不容易，所以真的要好好爱自己。那爱自己当然有很多方式啊，健康饮食啊，或者是买台好的按摩沙发呀，多出去走走呀。是好的代言人，就是每3分钟会提一次产品啊，非常好，你非常的专业哦。那今天转换的身份有没有什么适应或者是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像新的妈妈的这种新手妈妈的状态，
他是以前自己就在买。你现在插腰是要泼妇骂街了，你知道吗？没有，这感觉是个妈虎妈来了。就是其实真的时间的安排上，以前蛮自我的，对，那想出去个三天两夜的小旅行也可以，但现在就是有个牵挂，那基本上，哎，现在家里有牵挂，那也应该要放一个让自己可以在牵挂过后好好放松的沙发。我这次快了点，四十秒就讲到产品了。没错，其实哦，我觉得像他这种人啊，在社会上很多，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职业妇女，每个人还斜杠，还不止一个身份，多赚几份工，所以回家真的很需要一块爱沙发。其实我刚才想刚刚讲说我们上去访问了，但是我很怕上去说拖鞋鞋垫会掉出来，所以呢。我们还是站着聊。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 people 除了爱沙发之外属于你自己的仪式感，让你在这么多的行程跟角色切换的时候可以达到最好的舒缓境界？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当我们陷入自己的故事，然后觉得很痛苦或者疲惫的时候，就要去投入别人的故事。那这可能是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部影集。当你去投入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去分心了，哎，就会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然后就自然而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了。是，其实跟大家一样，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对吧？就如果你一直聚焦在这个事儿，就会很痛苦，钻牛角尖啊。然后加上英贤又是闲不下来，又看他的书就知道了哈、哦，他真的就是把自己时间排满满，所以也把自己弄得很焦虑。所以你真的，老实讲，你面对比如说孩子这么不受控的生物的时候，你还是这么冷静的吗？我深呼吸的次数增加很多。OK， 辛苦了。对，但不会啦，我觉得都是一种体验，然后都是有收获的。所以反正生活中多一点仪式感的东西，让自己放松。有的时候太放松了，还是会想回去看看那个让自己有的时候很恼怒的小家伙。对，这个就是又疼又相爱相杀，又爱又恨，这样子辛苦了哦。现在所有的内容都好仿佛都字字针对我，有点恐吓的意味。深呼吸的意思。好，那么我们坐到爱沙发之后呢，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刚刚讲到看看影集啊，或可能是泡一杯茶，听听一个专辑音乐。你还会在上面做什么？其实老实说，我在上面真做不了什么，因为太放松太舒服，我最后的后果都是睡着。太舒缓了，很好啊，这就是我们要的啊，完全放空跟放松啊，对不对？那你有在上面写文章的经验吗？这就是我说不可能，我一定是在上面会睡着，我一定是写完了觉得肩颈酸痛，用手机完成，然后就觉得是时候坐上去了。了解。是他的那个 3D 肩颈舒柔按摩是我最喜欢的，然后新一代的有温感的又更不一样。是，而且对膝盖也特别好，对不对？对。好，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坐上去之后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放松的经验？因为你毕竟代言了七年嘛，对不对？每一年不同代言的产品可能都有不同的状况陪伴着你的日常。平常自己有时间的时候会做瑜伽。但是当我累到连瑜伽都没办法做的时候，我很喜欢它的这个伸展的功能，可以帮我被动的拉伸一下我的脊椎。因为现代人真的脊椎其实负担蛮大的，不管是久坐、久站，或者是久抱小孩，其实都很辛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我自己蛮喜欢那种拉伸的感觉。是，就仿佛做完一堂瑜伽课，对不对？好，所以一台小小的、非常轻巧的、时尚的、居家的爱沙发，其实功能是非常多的，千万不要小看它。而且加上又有新一代的设计，包括颜色，怎么办？这四台。啊，我们还是要免不了问一下代言人哈、哦，你会喜欢哪一个呢？这个颜色这么多，是雾蒙灰呢，还是这个黎明紫呢，还是初度漆？其实不瞒您说，听说这次厂商有以我的名字为灵感，是哦，设计了一点点的颜色，晨曦粉的晨，对，就是你的晨，早晨那种天光有点。变换有点青，有点红，有点颜色。对，那这样说起来，初步青也是陈又青啊。哎，对耶。哎，硬要掰的话。但是我还是喜欢灰。啊，你喜欢灰？奇怪，你很难相处哎。我喜欢黑白灰，你看我的书就知道。哦，对，他的书就是黑白灰的封面设计。可是这种真的看起来会很愉悦的。对，哇，很贴心哎！你们是真的因为他的名字取这个名的吗？谢丽，有吗？真的是这样。
哦，又新也有沉有清这样，然后呢，有没有更深度的合作呢？这是我们十周年呢。有一个特别的小东西，就是我有写了一段话给，因为庆祝 Fuji 十周年嘛，有特别制作了一个搭配这个活动的特别的书签，然后也是附在我这一次两个月前刚出的新书当中，对，可以跟大家分享。太棒了，好，所以还有特制的书签送给大家收藏，请大家一起来体验全新的 iSofa。那好吧，我们这个产品的部分也聊得差不多，终于可以闲聊了。哦，这个最近一定要问一题嘛，你的电话二十年有换过吗？没换呢。怎么可能？又来了，我真的没换，我真的没换。好，第一题为什么会不换呢？你因为你换手机，或者说每家电信公司那个会费率不一样，怎么可能？我自己不相信。没有被骚扰，骚扰就不用换呢、啊，有被骚扰才换就好。哦，然后也没人打来呢。也其实我没有在我通讯录里的，我都不会接，所以没有。了解了解，哇，真的是没有换过。那你有没有想象过人生当中，如果代理一个产品二十年不换是什么感觉啊？很好的滋味。左下角的朋友听到了，二十年不换电话算什么？我们二十年不换代理人才了不起嘞，对不对？哦，主持人能换吗？别换。可是二十年之后我就七十了，我怕我没办法聊天了。我得真的坐在这里说，一晨啊，你说什么？我会尽量让你坐。对，但是我们可能真的要坐着聊了啊。不过看起来一晨是容光焕发哈，真的蛮感动的。你看他终于等到自己的孩子诞生，然后呢，现在啊也出了一本书，把心情分享。然后呢，又开始进入工作拍戏，有新的戏要给戏迷交流。然后呢，又出第七度的代言艾莎花，你真的人生太圆满，你就是人生胜利组的代表。互相成就，互相成就。可惜了，林富平女神。不要再讲，很怕被夸，对不对？白雪公主今天，好，秀发真的很飘逸。谢谢发型师。老公回来没有？还没，就出在这里。老公还没有回台北啊？还没。哇，真的很辛苦。所以你看，她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妈妈，她一个人要带孩子啊、哦。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这个帮我们写一下，叫她老公赶快回来，好不好？真的是，这太辛苦了啊、哦。写你，你有孩子吗？还没有。哦，好，祝福你啊，加油加油，还是再考虑一下好的，我认为。好，非常谢谢一晨的交流跟分享。Thank you.